恭喜发财，龙年又到啦。新的一年在展开完善地区治理新里程的时候，我们将会迎接新的挑战和无限可能。我祝愿大家好像龙一样有无穷的智慧、勇气和力量。祝各位做生意的生意兴隆、鸿图大展，打工仔事事顺利、步步高升，青年人积极向上、为梦想勇往直前，学生、小朋友努力学习、快乐成长，旅游记身体健康、合家平安。祝大家龙马精神、万事如意，未来更加美好。恭喜发财，恭喜恭喜！